没事吧，江哥？江哥，咋样？喂，你好。你点没喝多？ 喝了喝咖啡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美女，哎，美女，别打电话，美女，打电话报警。打什么电话啊？我在去机场找这个机场高速。大哥，报警！不，美女，好车子，下车。我跟你说，我大哥快要下车，哥们拦了，拦不住，赶紧走。下车，下车，美女，让你走就走，你看。不开是吧？等着。警察马上就来了，你干什么？不开是吧？啊？ 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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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
幸好有你啊，来得这么及时。我刚下飞机，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就从机场开车过来了。来得很快。你腿上是受伤了吗？嗯。有血。这是什么时候弄上去的？哎呀，我都没注意。没事，给你处理一下。谢谢，连急救包都有。